啰嗦，是不是可以随便吃肉呢？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体验，走下饭去。你好，这位呢是我们的前店长啊，今天是专门过来辅佐我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饭？先别着急，我们先开个早会先好吗？小心路去的。好，走吧。这也太尴尬了吧？我真的要开这个会吗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店长啊，大家叫我小禅就好了。大家好。好，看来大家都很有精神，我们就喊个口号好不好？我说上半句，然后你们接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深圳的小伙伴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！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很有精神，散会。别拍！在吃饭之前，我觉得大家肯定很想知道，我们平时吃那动不动成百上千的肉，老板到底赚多少？这个能播吗？哎，你都准备好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不是你们蛋花汤一份卖35，这么赚的吗？啊，没有。既然蛋花汤都这么赚钱，我们找个卖的更贵的，80太便宜了。哎，这个431条的牛舌，我看一下它的进价。哦，这是。哎，这个怎么没赚多少？因为他进一条牛舌回来的话，只能做出一份这种 DNA 牛舌，他是取中间的那一段。哦，这个牛舌不赚钱，大家不要点，然后多点点蛋黄汤，你们赚钱。现在可以吃饭了吧？走，不想被问了。我们当老板是真的可以随便点菜。我们要一个这个，好吧？这个，这一排你随便上，好吧？ OK。为所欲为，哇！我想问个问题，我们一整条牛舌只出这么一点吗？它就是一份了，那剩下的怎么办？有些丢掉，有些给我们员工餐吃。那可以不丢掉，全部拿过来吗？那不行。那现在菜差不多上齐了，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老板教科书般的烤肉技术。烤肉讲究什么？哇，一分烤，三分看，六分闻香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焦褐感、美辣的反应，懂吗？来，我们直接尝另外一块肉。好，现在帮你烤这个 DNA 牛舌。它为什么叫 DNA 牛舌？哎，你看啊，DNA 的形状。就你平时也是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就想吃就点。啊，我也想。太香了。又脆又弹，然后嚼起来还有韧性的那种。喜欢牛舌这个超爱，但这个不赚钱，大家就别点了啊。接下来咱们烤一下这个牛小排，它上面的花纹贼漂亮。软嫩多汁，烤得不错，明天给你涨工资。直接当一天店长。